天空是我的。导弹是战场上的轰炸机，用喷气背包按住鼠标右键，即可在空中短暂飞行一段时间。这一特点让导弹总是成为狭小空间战斗中的胜利者。它的火箭弹具有飞行时间，在接触目标时产生爆炸型范围伤害，而到了空旷地带，导弹独有的喷气背包让它具有短暂的滞空时间，使得战斗变得立体化。职业进阶后可以利用火箭爆炸进行超常规移动，并且拥有专属类武器滞空枪，击杀单个敌人时预判并且朝敌人附近的地面发射时更容易击杀敌人。轰炸机来了。